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星辰 Ananda。这张专辑叫《梦托邦》，那这首是比较轻快，然后很甜蜜的一首歌，我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它不是 CD， 它是音乐卡。看到了，音乐卡。音乐卡，对，它可以插在手机里面。哎呀，像示范吗？然后就是这样，插进去之后它就会有，然后就可以听。它会先 download 好，然后就可以拔掉了，因为它如果插的没办法听音乐。download 好就可以。对啊，你可以看，然后它里面有专辑里面的所有写真照片，然后可以有 MV， 然后 dance practice video、making video， 然后之类的都有哎，哇，这好方便哦。对啊，很酷。MV 的过程是在零下-6度的天气下拍的，然后是穿着短袖短裤，然后非常的冷。怎么保暖啊？没有办法，就是撑。它这也没有夹暖暖包的那种吗？因为暖暖包没有用，我的身体是冻的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私底下比较男生一点，就是女生喜欢做的事情，我可能不太喜欢。那我就喜欢打打球，什么篮球之类的，就特别会吃。没有挑食的吗？没有挑啊，看到才挑，看到才挑，看到啊，真的啊，苦瓜不喜欢。辛拉面，烤肉，韩式烤肉。哎，饮料算吗？饮料可以算，饮料可以啊，就烧酒。哇，喝酒。平常会小喝一杯，小喝一丢丢，然后会平常干嘛呢？平常运动，然后吃东西。台湾就蔡依林，她的音乐，然后她的舞蹈，就是她跳很厉害，对，然后可以向她学这个，然后还有她唱跳的能力。韩国就是 Jessica， 就是在选择走出道这条路是因为她，然后一开始很久之前就喜欢她的音乐，然后喜欢她的表演，然后喜欢她整体，然后后来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艺人，然后就想要向她学习这方面。因为我从10岁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跳舞，然后跟家人一起唱跳，然后之后就是刚好在15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韩国当练习生，然后当时就是胆子大就去了。练习生就是时间都是一整天，然后很满，5点半就起床，早上5点，然后先去健身完之后就去上唱歌课，唱歌回来就说就唱歌练习，唱歌练习完之后就舞蹈练习完就舞蹈上课，舞蹈上课完然后就舞蹈练习，然后就是一整天整个都练习。对，然后到10点吧。希望以后所有作品都会喜欢，然后希望大家多支持我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follow 我的 IG、 Facebook 然后 YouTube channel 频道。